大家记得 login YouTube 再开始睇片啊，同埋记得 subscribe 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我的事务所主持刘婉芬。我谂啊，一连三集啦，即系都同阿博士咧讲有关呢一个嘅，即系新型冠状病毒啲疫苗啦，同埋一个病毒点样感染一个人，点解我哋要制造疫苗？咁疫苗好定系唔好，或者有分嘅唔同嘅做疫苗嘅方法，要点样选择？甚至乎都讲到就系话，诶、哎，其实我唔单止疫苗啊，其实天然嘅保健品系咪对呢个嘅 COVID-19 对我哋个肺嘅影响？都可以尝试考虑用呢啲方法去做一个即系预防啊，甚至乎修补身体咧。咁讲咗好多啦。咁啊呢位咧就系免疫学嘅博士顾小培博士，你好啊！啊，大家好啊！讲咗好多啦，我哋呢三个礼拜，咁我哋今个礼拜暂且将佢摆低，好唔好啊？好啊！有啲听众有兴趣，我相信你一打即系顾博士嘅名啊，再打 COVID-19 呢个字眼咧，太多呢啲资料可以打出嚟。咁啊，大家咪再作一个研究咯，同埋佢最中意俾研究报告你睇嘅，有机会你可以揾佢倾下偈添噶吓。不过博士，我成日咧都会收到一啲听众咧会问一啲问题，因为我哋都讲咗好多身体唔同嘅病啦，例如讲思觉失调又好，讲情绪病，或者系讲一啲咩玫瑰痤疮各方面咁，啲人跟住就会问啦，好似我咁，我应该食几多先够啊？或者我屋企个女咧，我应该食几多先够啊？咁你会点样俾意见呢？因为每一我哋成日都讲呢啲天然成分嘅嘢咧，基本上冇咩特别嘅伤害噶嘛，系咪啊？同埋个份量食多咗，佢对嗰个人嚟讲，蒸炉吓应该冇得太大嘅作用，太大嘅副作用。咁你啲人咁样问你，你会点答佢哋咧？嗱，天然成分咧系冇咩点做过临床测试，叫 dose escalation。嗯，即系话有啲药厂咧，佢就话嗱，你食一个 milligram 就有冇问题啊？有冇出冷汗啊？心跳啊咧？冇咧就三个 milligram， 然后咧一路加上去。系啊，喺美国嘅商场里边咧，嗰啲药厂咧有个商店嘅，你行入去咧就签一张文件咧，佢就你坐低，佢就俾杯嘢你饮。饮咗之后咧，就要坐四个钟头。嗯，如果四钟头冇事咧，你就可以走啦。真系啊，我未见过。系啊，哦 ，OK， 就喺度测试药嘅嘢噶。系啊，嗯，咁咧佢就譬如话一个 mg、三个 mg、十个 mg、三十三、三十一百、三百一千、三千一，哇，咁样上去。系。咁咧，如果你去到你话我食到三十冇事啦，咁咪有几廿蚊啦，又袋到去。即系有钱嘅呢啲系。梗系有钱啦。冇钱边个同你饮？人类实验啊，呢个系系啊，系真人实验呢个系系啊。咁咧、就如果你食到觉得有少少晕啊，或者系佢呼吸急促咗啊，或者飙冷汗，即刻会急救我。唔系嗰个小嘅，佢去到一个地方，你都唔需要入医院嘅，即系佢去到小嘅就即刻停噶啦。系系系。咁就你可以。得闲就攞几廿蚊噶咯吓，你有冇攞过以前？唔系佢咁样攞得太多，人哋唔要你噶，因为你嗰个身体已经染污咗啦。哦，即系唔系一个 pure 嘅一个身体去做嘅，咁、哦、你可能被之前嘅药染污咗噶咁样吓。明白。咁而家有啲人同我讲，佢话我有最近有人话红斑狼疮，咁我就解释俾佢听。个红斑狼疮咧系因为嗰个皮肤嘅角质细胞咧。就分泌一種物質咧，叫做 LL37， 有研究報告嘅。因為 LL37 咧，就令到血管增生，新血管增生，所以啲人鼻頭有嗰啲好似皺皺鼻啊，嗰個兩塊面有啲小血小血管咁樣。咁於是我就睇個研究報告，原來有一個健康食品抗氧化嘅，叫做 NAC， 佢就抑制個新血管增生。咁理論上咧，就可以對付你個。呢、这个红斑狼疮啦，咁、跟住咧个份量咯，玫瑰痤疮，玫瑰痤疮，唔系红斑狼疮，玫瑰痤疮，玫瑰痤疮，咁、于是咧就睇份量啦，咁嗰、那个原来呢个 NAC 咧就系、是、可以一只药嚟噶、可以点滴好干净啲点滴入去嗰、那个、那个血里边嘅，咁医生嗰个剂量可以去到几高咧？咁我咪用嗰个嚟参考咯，即系呢个剂量咧系医生都同意嘅，可以去到咁高。咁你就唔好再上啦，你可能踩到嘢噶咯喎，咁我话你试下用呢个方法啦，就
睇下一個睇下會唔會，譬如話三日裏面有冇有啲改善啦咁樣。咁如果佢即食天然食品嘅時候，就用咗呢個咁嘅方法對用，即係參考緊。譬如話依個醫生本身係最高可以去到幾高？咁我就話你最高去到依度啊。咁譬如話，如果任何嘅問題都有個改善咧，即係有改善咧，我就咁諗啦。凡是有改善咧，就一定有啲嘢做啱咗嘅。就好似你睇下同我講，我而家好肚餓啊。咁我話好，你去食碗粥啊。咁食咗碗粥，好啲啦，好啲。雖然仲好肚餓，但好啲。咁即係個方向啱嘅啦。即係應該食粥，再食多碗啦。咁你咪食多碗又會好啲，食多碗好啲，咁你終於就爆咗啦，咁樣。咁我通常就咁樣，我話你只要有改善，開始嘅時候你食你最起碼都一樽啦，你一樽先。你食一樽，你覺得譬如話你嗰個關節係冇咁痛啦，或者係你個眼睛冇咁澀啦。咁你咪可以繼續食落去咯，係咪？咁咪越食越好咯。明白，即係簡單啲咁樣概念啦。因為如果假設，譬如因為我見到有啲聽眾成日都會問，尤其是對仔女嘅問題好緊張嘅。咁可能佢係有焦慮，我最記得早排有個聽眾，佢成日都講佢個女女有啲焦慮啊，或者有啲即係自閉嘅傾向啊咁樣。咁你都介紹咗佢，如果從天然保健嘅角度，可以用啲乜嘢成分啦？佢都知道咗噶啦。咁但係佢就成日都問，即係。類似的問題就是話咁要食幾多？咁通常你基本上咧都會有一個起步價，因為好老實講都係好拿手唔成勢嘅。佢喺我坊間買咗呢啲天然嘅保健食品嘅時候，佢經常係咪都會有啲盒裏邊咧都有個劑量建議嘅？係咪咁樣噶？經常係咪都會咁噶？有個起步點嘅。我通常咧就係咁，譬如話佢講蘋果果膠，係嘛？咁蘋果果膠本身就係蘋果度提炼出嚟㗎嘛。你即係你食唔落啫，你真係食得落你十隻蘋果都唔會中毒㗎嘛。明白。係嘛。咁佢而家將十隻蘋果啲蘋果果膠濃縮成為一粒丸啦，譬如話。咁你一食咗就等於十隻蘋果喎。但你真係要食十隻蘋果都冇問題喎。明白。咁我就话你用呢个剂量啦。系，咁我去起步嘅时候咧，可唔可以简单啲讲，可以由一个可能一个茶匙开始咁样开始下先啊？系因为我做咗咁多年咧，我有啲 feedback 噶嘛。咁嗰啲人话我而家记性差咗，咁我话你食呢个份量啦，因为有人曾经好得过嘅。明白。咁我簡單啲咁樣講，因為你成日都建議我某嗰啲份量係兩瓶茶啊咁樣開始噶嘛，咁你就用呢個作為一個指標咁樣。係啦，可以。我想問下你，因為就嚟過年啊嘛，今日我哋講輕鬆啲得唔得？好啊，輕鬆啲，因為咧我見到啊，即係啊博士咧，其實我成日都有啊會。食下你嘅建議嘅，即係譬如好老實講，呢幾個禮拜我哋講好多洋葱素同埋綠茶素，呢個都係我幾經常會用嘅，即係保健嘅一啲食品嚟嘅，日日都會食嘅。有啲朋友問我，咁你日日都食幾多？我都食六樣嘢㗎，咁我就會諗，其實一般嚟講啦，我哋話啊。对于身体咩 cancer 啊、大病啊，咁好多人都会好紧张嘅。但系对啲比较轻松啲嘅问题，举个例子，你知道我啱啱讲咪农历年嚟紧，农历年系最多嘢食嘅。因为我有时见到有啲嘢咧系针对住啲肥胖嘅问题嘅。喂，我觉得如果呢个嘅真系肥胖搞得掂嘅话，可以攞诺贝尔奖噶，我觉得系。有间大学咧叫做国立新加坡大学。咁新加坡大学嘅医学院里面嘅 biochem department 就有一个研究报告，咁佢哋就筛选咗31种天然嘅成分叫黄酮，咁佢发现咧就洋葱素咧就可以减低脂肪细胞里面嘅脂肪嘅，但我哋身体啲脂肪咧就唔系好似一嚿牛油咁咧可以刮咗去嘅，嗰啲脂肪咧就储存一种特别嘅细胞叫脂肪细胞，咁样洋葱素咧就可以消脂嘅。咁你有冇觉得我瘦咗？我食咗一段好长嘅时间。你自己称一称咪得。仲有咧，其实唔一定系你。总之你觉得个肚皮系松啲啊，可以拉多个窿咧，你就好开心。即系觉得系就系细成。或者条裤开始冇咁紧啊，咁样。咁但系都要提一提啲听众咧，就系如果你烧咗肚皮嘅脂肪咧。
啊，好可能你连嗰个上围都缩细少少喎。咁、okay, okay. 你唔好话喂，喂你俾翻嗰个，我俾唔翻你喎吓。所以你有个心理准备就系、是、你啲脂肪系你嗰啲食物去到身体咧就周围去噶啦。系你唔系净喺个肚皮嗰度。好，应间咧我哋会继续会讲下，即系我都系觉得轻松啲，讲下啲未必一定同病有关。当然如果你话有一个黐肥去到对身体有影响，咁呢个就系另一个大嘅话题啦。但你话其经常啲人咧，一世人都系有个愿望就要减肥嘅，咁有冇啲轻松啲嘅方法咧？咁今日啊，博士咧就可以介绍下啲轻松啲嘅方法，用天然保健。佢就介绍咗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洋葱素可以针对住个脂肪细胞，未深入了解嘅吓，应翻嚟我哋再倾吓。睇片前记得 like、share、subscribe 我哋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啊！我的事务所主持刘婉芬，好，今日同阿顾小培博士咧倾个轻松啲嘅话题，讲减肥。咁啊，你啱啱讲咗啦，我哋针对住我哋脂肪细胞，因为脂肪细胞咧由细个就可以坐喺我哋嘅身体，一路系形成咗就唔走噶啦。你啱啱讲话洋葱素嗬，洋葱素可以点样对付个脂肪细胞，歼灭佢啊？嗱，脂肪细胞咧就系纯粹系装住脂肪嘅。咁呢就我哋如果要減肥要做兩樣嘢，第一我要清咗嗰個裏面嘅脂肪、嗯、最好呢連個脂肪細胞都毀滅咗，整爛佢，咁如果唔係呢你而家個倉就空咗啦，但你可以再填返啲脂肪落去喎，咁有啲人就我減咗肥之後我會反彈嘅，咁、就反彈之後你要處理埋個脂肪細胞，咁有咩可以令個脂肪細胞自滅呢？咁呢个呢就是美国乔治亚州嘅一个研究，州 University of Georgia 乔治亚州大学嘅研究啦。佢话你可以用绿茶素，因为绿茶素呢可以令到脂肪细胞自滅。嗯。所以譬如话城里面有啲好出名嘅一啲歌手啊，咁佢话佢减咗肥啦，但好快脆又弹返、嗯。所以佢要用洋葱素烧咗啲脂肪，用绿茶素去令到嗰个仓都冇埋。系，唔系啊？有一次咧，除咗你讲呢个绿茶素同埋呢一个洋葱素系咪啊？系咪啊？即系啱啱讲呢个。喂，咁而上个礼拜讲 COVID-19 对付处理呢、這个即系肺嗰个纤维化都得噶喎。呢、這个系啊，顺便储埋埋。哦，好得意喎！咁洋葱素实本身有。令到癌細胞自滅的作用的，其實是很好的，啲健康食品是多方面咁保護住身體。咁我有一次咧，你有介紹過我啦，食一個係專係貨減肥，但係唔係綠茶素同埋洋葱素，但係臭到嗰種味好似屎味咁樣。係丁酸鹽啊，係咩嚟嘅咧？咁咧就咁好多年前咧，香港仲有人係收集啲潲水嘅，咁咧就啲潲水俾嗰啲豬食咧，發現咧嗰啲豬咧就瘦咗啲，即係。嗰、那個好似肉精肉多啲，肥肉少啲。咁、啲人開始分再解釋到底個潲水變咩嘢咧？咁潲水咧就有啲細菌喺度，最多細菌咧勾咗。咁咧佢就將嗰啲消化唔到嘅身體或者消化唔到啲渣嗰啲菜渣嗰啲嘢咧，咁嗰啲細菌咧就將啲菜渣咧就分解成為一樣叫做丁酸鹽啦。咁、啲丁酸鹽都係細菌嘅食糧嚟嘅。咁於是開始有人咧就諗啦。咦，咁咪可唔可以做啲少啲肥肉嘅豬囉，咁咪可以即係譬如話有啲叫做健美豬啊或者咩豬咁樣。咁佢就話咁我冇可能去質量管制到啲潲水㗎嘛，咁我要搵出佢裏面嘅成分，咁咪搵出最多就係呢個丁酸鹽。咁而家呢就呢、這個丁酸鹽呢係即係豬籠係我哋用㗎喎、即係可以令啲豬呢係可以瘦啲嘅，瘦啲咁冇咁肥，而家啲人唔鍾意食肥大肥嘅肉㗎嘛。咁然後呢就有啲藥廠就諗啦，咁藥廠話不如我用好純嘅方法去做到呢個丁酸鹽、即係喺藥物嗰個純度，咁呢個純度呢就可以分解咗脂肪組織裏面嘅脂肪。咁我自己都试㗎，我自己都试，咁我就一日食返500 mg 㗎咋，咁呢就即係我自己经验啦 ,N equals 1, 就唔可以当临床测试嘅。
咁我而家咧嗰个腰围咧就可以条皮带可以拉多两个窿，两个窿、啊，好似好劲，系咪特登拉窄啲嘅咋你啊？我就算想拼命拉都拉唔到，你估你想拉就拉得到？OK， 但我就唔明咯。咁其实你讲绿茶素同埋洋葱素已经达到又将个脂肪清走，跟住又将个脂肪细胞破灭佢，咁做咩仲需要丁酸盐咧？咁咧，我而家发觉咧就有啲人佢咁，佢哋同我讲，佢话脂肪瘤。脂肪瘤呢，由洋葱绿茶素缩小脂肪瘤，但丁酸盐缩唔到喎。嗯。咁有一个人佢有脂肪瘤，佢话食丁酸，佢话我瘦就瘦咗啦，瘦就瘦咗啦，不过呢我就缩唔到个脂肪瘤。咁、但佢后面食个洋葱绿茶素呢就瘦得到。即係缩小个脂肪瘤。咁如果咁讲嘅话，我用我每日都食洋葱素同埋绿茶素咪已经搞掂囉，就唔使再食丁酸盐囉。係啦，应该系咁嘅。係，但係我头先就问你囉，未系好瘦得紧，我可以再食多啲应该系。同埋我想话啦，丁酸盐系咪一个化学嘅物体嚟㗎？即係而家我哋即系喺啲健康食品嘅地方买到呢啲嘅丁酸盐，系咪化学合成㗎？是有好多嘢都系化合成嘅，你好奇怪，你好惊讶就系维他命 C 系化合成嘅、维他命 E 都系化合成嘅。而家啲维他命 C 系讲几十吨咁样做出嚟嘅，咁合成同嗰个问题咧就系你嘅纯度啦，你有几多杂质。咁有啲有个规矩咧就系你唔应该多过，譬如话一个即系一十亿里边唔好多过即系。One parts per billion 咁样，或者 ten parts per billion， 呢个就系药嘅纯度。系你去到化学嘅纯度咧，就系1%，咁嗰个有九啊，即系1%嘅杂质咁样。系，但我有一样好唔明啦，即系头先你讲，OK， 如果你有用绿茶素、洋葱素，咁当然呢个喺嗰个脂肪上边同埋脂肪细胞咧，佢有一个进步嘅空间啦、破灭佢，同埋将啲脂肪起咗佢。咁但系丁酸盐咧，系咪已经达到咗脂肪起咗佢，同埋呢个细胞破灭嘅作用啊？佢唔会破灭个细胞嘅，咁系会咩？减少咗个吸收，减少个脂肪咯，即系你个肚腩会缩细咯。哦 ，OK。但会唔会反弹咧？就睇你以后你会唔会放肆咁。睇下我个做法系点样。但系咧，那个丁酸盐系臭到不得了。头先我咪讲，我好似屎咁臭。唔系，佢个咁嘅，佢溶咗水就唔多臭嘅啦。臭啊！你知唔知啊？我自己都饮嘅，我个方法咧就系咁，我就喺超市度买啲朱古力，就沟少少入去。因为臭呢嗰条脷呢系食唔到臭味㗎，系个鼻㗎。系咁如果你再将个朱古力冚住佢呢，你连索都索唔到臭味。OK， 我就俾一个建议大家，千祈唔好街外试呢个丁酸盐。因为有一次呢，我諗住喺食饭之前食佢一羹啦，臭到成间餐厅。啲人都望住我，我觉得好尴尬啊！嗰一次，所以咧，你最好喺早餐喺屋企食早餐，食完翻工就冇事。之前我翻屋公司嘅 canteen 我都做，人精贵贱。唔系，一定同我嗰只餐厅一模一样啊！咁但系无论点咧，希望大家咧即系都系食得愉快，食得健康，同埋都系要有一个中度嘅。OK， 咁啊，唔该晒博士，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好，拜拜，拜拜。